事情的经过都清楚了，今天就当两个大队的主要领导开个紧急联席会议，啊，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啊，没。那好，那我就代表公社宣布处理决定，啊，一，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按原价赔给物主；二。 被打伤的人由打人者负责医疗费，并赔给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，这个可以按两个大队平均工分值啊折成人民币。这个孙逸婷、王彩娥男女关系的问题，哼，他们俩不承认，就不予追究了。 公社批准，双水村、炸山、稻田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大的决炸弹工程。我炸山了！啊！我炸个这山，不是要炸了吗？你这个大柱子来干啥？你说这炸山的事，原本是你的事，现在变成人家的事了，我怕你难受。 难受是吧？只要这个山炸了，我就不难受。你不难受就对了，还能当得了一世，还能当得了一世啊？少安，把心放宽些。我知道这双水村的支书，他早晚也是你的。那福堂叔跟那君山叔都老了。呀，我这个婆姨这次去对了啊！不但是能给我过光景，给我怀娃。 还能宽恶的行，我真是有福的人啊！七七个家来家有名，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，四辈子爱上这三个。 他们大部分人从出生到现在，一直生活在这片风水宝地上，对这个小山嘴满怀着亲切的感情。这窑洞，这院子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块石头和土疙瘩，都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。失掉这些东西。 多少日子他们都会感觉心中空落落的。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，家庭院落就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。福堂叔，哎呀，干事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我还怕你不在了。是。你干妈让我来给你捎个话。谁说我干妈？福堂叔，那金老先生是你干爸，全村谁不知道？ 老先生走了，你不能不认干妈呀！那都是老黄历了。老太太病得不行了，先生。病了？说呀，临死之前要不看上你一面，你干妈闭不上眼。我就给他捎个这话，去不去你自个儿看。 不要转，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福堂支书来了啊！支书来了，让一下，这病让一下。干妈，三支书干。干妈，咋说你病了？你是那他不舒服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是麻病，我是心病。 你们要拆这窑洞，你们拆，你们拆吧！你们要是拆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就让埋在这个窑洞里了。说，老太太答应了。少安，你是非要把我放这火上烤是不是？咋这样说话了？老太太什么病也没有。
我跟你说，对上还有事呢，我走了。哎，傅大叔，你不能走。咋呀？那你是支书，你咋能走嘞？你是我们双水村最大的官儿。那金老太太都说了，搬家这个事，你要是副支书、金俊才来说不能行，必须得是支书傅大叔你来说才行。刘大，真的？哎，你想一下，傅大叔，你说这个金老先生活着的时候。 全村这么多年轻的好后生，咋就认你做干儿子？咋不认恶霸了？嘿，要不说这个金老先生真是有眼光哈！你看现在看一看，真是傅大叔在全村最有成就，是不是？对呀。虽然傅大叔在全村没有带领着我们干过什把惊天动地的事，但你是主心骨，是我们双水村的主心骨。就说咱仨这个事吧。 虽然你不是指挥，但是你定下来的，那你说你要不带头，谁敢带这个头吧？现在老太太除了你能做这个工作，谁也干不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谁是主心骨？主心骨是谁？行了，不要说了。吴大叔，田支书。 干妈，我作为一村之主，为了大家的事情，叫你老人家伤心了。这是我不敬不孝，我现在给你跪下，给你老人家赔不是，也给你老人家请个安。 咋不成？你看，你拿着拐杖帮我打上几下。来来，你帮我打上几下。来，打上几下，你的心里也舒服些。来，大妈，我知道你老人家伤心。 愿意离开这趟，因为这是我干爸用他的心血建起来的，就是让你老人家搬到北京，搬到上海，你也没有住到这趟好。可是，咱这个地方要修大坝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帮你把这个地方保住。他们要在这个地方。 炸三巡吧，这也是当年我干爸想干的事情。这是为咱全村的人民谋幸福的。哎，我知道你气在心头，动了悲伤来。我还知道，干爸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你也是咱双水村。 最头大的人，等你的气消了，你会顾全大局的，也会替咱双水村老百姓着想的。哦，你快起来！哎呀，福堂，你给俺跪下是敬啊。 咱们农村的家规礼教，我比你看得重。哦，对着了。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呀，都在理儿上。我懂，俺妈虽然老了，也没有糊涂到妈咪不分的程度。少安，你是个好娃娃。 你是俺亲家的恩人呐，你跪我是委屈你自己呀。咋这么说呢？那傅堂叔在你面前是小辈，给你跪；那我在傅堂叔面前更是小辈。我更应该给你跪。你看这双水村都缺了多少年的水，这次是个机会，好不容易想出这么一个炸山修坝的办法。好了好了，我明白了。
金先生要是活着呀，他肯定也是这么劝我。行，那我走，这窑洞你们拆吧。乡亲们，来来来，乡亲们，你们回来，听俺跟你们说，来来来，哎，干什么来？凤英，耶，你咋下来了？检查一下安全工作，都好着都。好着嘞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呀？那放心，那还要看一下我的革命伴侣嘛，啊。你过，要扎山了。要扎山了，尚安，我替你不值了。你站在前面指挥的应该是你，不是他进军山了。什么值不值？这个事谁干都一样，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办成了。咋样嘛？啥咋样？这柴油集咋样嘛？你听个甚啊？啊，还不成呢嘛。咱得抓紧弄了，一旦开始炸山。就得准备抽水冲土电坝急了。哥，哥，你咋回来了？出事了？你还不知道呢？嫂子的肚子要生了。是，嫂子要生了。家里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赶紧去公社把医院的事情安排。哎呦，好好好。眼和两面三的爆破都很成功，只是没有人防备住。田二什么时候进攻？看热闹被炸起的土埋住了，大伙发现的时候赶紧往出跑，跑出来就不省人事了。秀莲，哎，秀莲咋样？啊，生了没有？让他等着的。哎，其他的人有事没有？再没有伤的。啊，哎，说，咋样了？田二他走了。走了。是啊，世事变得让人措手不及。这时，一声婴儿的啼哭又揪住了少安的心。他紧紧地盯住窗口，忍不住头皮一片发麻。那是我的孩子吗？此刻，少安的内心五味杂陈，一切都变得太快了。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，他猛地一下感到，现在他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。他在心里庄严地对自己说：“是啊，
我有了儿子，我要做父亲了。刚回，回来就回来吧，你还是啥东西呀？哎呀，给奶奶和爸带一点。我跟你说个事啊，咱们村这个初中班啊，要撤并到公社了。你这个老师，打不成。我知道。我就跟徐职工主任到公社开会，回来路上就听说了，我当不成老师了。你也知道了？知道。奶奶，这是你最爱吃的蛋糕，专门给你带的。当老师还不到半年，又不让当了，要干啥啊？他们这是。哥，不用为我操心。那当不成老师，那还可以下地干活嘛？那你上了这么多年学，毕了业就回家当个农民，你愿意？对。这个是你专门给爸带的，他不在，你给他啊。少平哥知道哥，其实这教育局的通知早就下来了，咱们双水村这个小学、初中全部都取消了，十几个学生都转到公社去上学。哎，该转的都转了，就还有一个就是不走，不愿去公社上学。哎呀，做了好长时间的思想工作，终于做通了，能给他这最后一课上完，我就没事了。不不，咋的？你要给这最后一个学生上十八课啊？哥，你不操心，我还可以给人家这个窑洞掏烟囱吗？我还可以帮家里下地干活吗？少平，哎呀哥，我刚才回来看着那柴是不是没劈？我去把那柴劈了。不用你去嘛，我一会儿就去劈了。你回来就干点活嘛。孙少平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，教师生涯结束了，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，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。他这个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，但他还是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。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。上课。起立。老师好。同学好。请坐。今天是我们双水村中学的最后一堂课，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、认真的学习。我也会认真的给你讲这堂课。今天我们讲白居易的观义脉，全天布置过预习，你先把它背了。苏老师，我背不出。没关系，坐好。金三锤，老师知道你心思不在这儿，老师不怪你。将来到了石科级，老师希望你可以认真学习。将来，我就再也不是你的老师。哎，行了，福高海别，队里的木料够了，不敢再了。走，正好啊。哎，海民，你先不要摇。你现在不回去，你干啥嘞？等一下嘛，你站着嘛先。好季节过去了，你看头个月份上还有挂菜卖。啊，少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说，这有颜色的石科级集市，现在又回到冷天里尘土飞扬、荒凉的土地了。少安，我们都知道，你只要一说这，就是有事儿要跟我们说。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嘛。
高害你，妈又说，我少安从来不求人，但是我今天有件事要求你们。有什么事你说嘛，说。哎，少安，你干什么？你站好了，你站好了，不搞。少安，你这是做什么啊？你为啥跟我们走啊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我们上风磕头了。这可不是你要胡说的。四柱，村里现在把这个初中班给撤了，我的少平当不成老师没事干了。我就想着给他寻一个营生，你看那少平到咱们小队当个会计能行啊？这少平能愿意来咱们队当会计？哦，少安，你看咱小队的会计啊一直是我当着呢，哎，还有那个副高呀，大队的那个会计海明，他们都一直弄着呢。到农忙的时候，那统计起来功夫，那可是忙得赶不上趟趟的事。万有叔，你放心，我的少平是个踏实肯干的娃，不怕吃苦。你看他在学校里，那回回期末考试都是第一啊，年级第一，到了县里也是第一。你看把咱们村那帮娃教的，这帮娃到了县里全是名次排在前头，能的何必我呢？那少安，你说能就能，我们信你吗？就是，少安，人要是行啊，那干啥都行。不过少安，你弟弟少平，那可是读书读得多啊。你叫他回咱队里当个小会计，那不是委屈了娃了吗？你啊，就是。还有，这事得大队同意了才能行。就是啊，我这个事已经让二爸到福堂上那说了一嘴了。晌午闲下吧。我弟少平这个事，我还得亲自跟福堂叔说。走吧，海明。行。大平哥，明天走啊。行，别管我。明天走了啊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去送金秀，他来二爸家自留地帮忙收拾包谷棒子。打结串串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划了个大口子，他不肯歇，我硬要把他送回去。二爸和二妈整天东奔西跑，就是不知道干家里的农活。家里自留地都十一月了还没有收。秀，让我看看你的手咋样了，咋不给我看呢？来，秀，哥看看。疼不疼？不疼。这坎儿吧，自己家地上该干的活不干，祸害自己不说，捎带一把全村人的祸。走，去我们家看。少平是个好娃娃，能干着呢。哎，傅大叔，你喝点水。哎，我想着啊，让少平到我们小队当个会计，你看咋样？当会计读书不好可不行。这万一账算错了，出大事了。少安来了。哎，婶儿，哎，我正想跟您说呢。嗯。给我个鞋样子，我要给少平做双鞋。他从小吧老穿我的鞋，这长大了该有双自个儿的鞋了。哎呦，你一个后生，咋能做女娃娃们做的活呢？哎，叫你拿你就去拿嘛。少安娃今天来是想跟我说，咱们家和玉后家那就跟一家人一样。娃是来跟我说让少平当会计的事。是，你看这事儿咋样？好着呢。是吧？哎，你少说话，拿去，去拿去。我给你拿去啊。副堂叔，哎呦，你说这支书和少安开会，也不叫上我这个副支书。开什么会？徐元叔，你坐，你坐。我这儿啊，正跟副堂叔说呢。我想让少平到我们小队当个会计，我这跟福堂叔说完就要找你说呢。你说这支书副支书谁不同意，这事儿不也办不成吗？再看看吧。再看看是啥意思？再看看就是再看看。那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给个痛快话嘛。
你答应我的事你帮了没有？嗯，你说包瑞月和向前把日子过好，你帮了没有？这眼见就要到家了，我这心里啊慌得很。心慌？为啥？立冬了，家家户户都要点火生炉子。这两天没掏烟囱的家里，也都掏得差不多了。我这老师也没得做了，烟囱也没得掏了，接下来还不知道该干啥。二爸不是说让你当小队会计吗？我不想当。那你想干啥？我不知道。当会计这种事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铺。我要是不答应，就不会给我机会。将来我就得和普通社员一样。啊！我回家之前就必须要想清楚。这会计当是不当。你是在想金秋回家以前把事想清楚，到底要不要答应当这个生产队会计？二哥，你怎么了？大兵哥，你咋了？我不甘心。二哥，我也替你不甘心。我也是。就算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啥，我知道。我这不想当这个小队会计，我也要考虑自己毕业以后要干啥。傻女，你初中读完你要读高中，高中读完你要读大学。就算哥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啥，但哥知道，哥要挣下钱来，让你把大学读完，啊，金秀。要恢复高考了，你们都要好好学习，将来读上个大学。少平哥，我答应你。就跟家里人说，这小队会计我不当了。我知道，家里人觉得当这会计是好事，我不当，他们会不理解。我理解你，可是我又说不上来到底理解了个啥。我自己也说不上来。那你咋跟他们说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总觉得我不该当这个会计，这不是我的未来。我活着不是就为了活着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福刚，多干点活啊，中午让你多吃两碗饭。手底下都快点儿！秀莲，那饭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好了。大家都饿了啊！大家把手里的活儿坐下来吃饭吧。哎呀，土豆炖粉条啊，香得很啊！啊，快来过来过来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不着急啊，多吃点啊。少平，咋才回来呢嘛？哎呀，这两天都在这拾掇玉米呢。就等你来回来干活呢。少平，咱家都快吃饭吧。一起吃饭啊！这钱，剩下。这立冬了，我给人家窑洞掏烟囱，整个公社都转遍了，家家户户掏完烟囱都怼脑前，
让我给你干活搬玉米，你得给我钱。哎呀，少平，赶紧过来吃饭吧，这不是还有土豆炖粉条吗？二妈吃饭啊。哎呀，我不吃了，我忙得很嘞，我还要带领队上的妇女去学新闻见。啊，秀莲，你也得跟我去啊。二妈，你跟我二爸这都一样啊，都是个当干部的模样，这上上下下都在给你们干活拾到玉米呢。那二爸就隔就在地上抽他的盐，你呢去当你的妇女干部，真好。给钱。少南，少平现在会耍笑了啊。哎呀呀呀呀呀，这个碗这是大队的碗嘛，这是公共财物啊，不能借来用，这个不好。哎，你到底给不给钱啊？少南，咱还是不是一家人了啊？哪有自己家人给自己家人干活还要钱的？我看他这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，我就是看不上他俩。哎，你要干啥？不干啥，我就是看见他俩心里有气。眼下咱村里谁家地里还有玉米呢？啊，这谁家不是早早的就把玉米收好了，包了包叶，穿了串，放在院子里被风干晾晒了？就只有他俩打定了主意，将玉米烂在地里，奔波求种。他俩就是等着别人来给他俩干活。哎，你今天咋了？我没咋，哥，依我看还是你有本事。这来干活的，这谁不是冲着你的面子啊？可是哥，今天是立冬，大小是个节日，又是星期天，咱谚语上说了，立冬补冬补嘴空。按理说这一天应该是让大家休息，补偿咱庄稼人这一年的辛苦劳作的。可眼下呢，大家伙休息也没休息，冬也没补上，天寒地冻的，大家伙休息都没休息，就到他们家来给他们俩帮忙了。他们俩倒好啊，就在这插着手，稳稳当当当他们总指挥。你不要再说了啊，少南，你让他说，你他还咋看不上我了？二爸还咋让他看不上了？咋看不上？要说咋看不上，我有一堆旧账要翻。当年为了让他俩结婚，咱爸借了义和团的账，一直到前年才还完，他俩还了一分钱。还了一分钱没有？再说他们住的这窑洞，这也是咱家给他们估的。为了让他们俩结婚，咱爸把老窑搬出来给他俩住。哥，让你到牲口圈里跟牲口睡，爸带着奶奶，带着我和兰香，在那小窑里住。他俩呢，连饭都不做，连饭都让秀莲嫂给做。你俩以为大家伙真是来帮你的？大家伙那是可怜你们，可怜三个娃，你们自己喝西北风，让三个娃也跟你们喝西北风啊！你们这家伙的活的是什么？啊，你们过的什么日子？你给我闭嘴！我大我小，把手上的活先放一下啊。先吃饭啊，吃完饭再干啊。来打饭吧，来打饭了。不干了，饭也不吃了。你干啥呀，二爸？少南，你不用管我。少南，你松开。我这叫活人呢，啊？我活的是人，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？让个亲戚人指着我的脸作奸成个这，
我和凤英现在就躺到董朗和背后的祖坟去，只躺到咽气，省得你们抬我们过去。挖坑埋了还是个体力活，我们自己躺进去。走！哎，二八，你干甚去啊？干甚？哎，二八，这个我要挖坑。啥？谁也指望不住，我和凤英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。走！走！二八，干再去，干再到了。二八，这咋办嘛？活人！哎呀，你还玩站着了你？哎，你躺下干什么？哎呀，快上来吧你，不嫌丢人啊？哎呀，上来，快劝一下。都进去了。哦。都来了啊。少平咋不来？真想把自己活埋了。埋？凭什么不埋呢？我们不管，离我远点，不要弄你们一身土。少安，这二把别玩了。哎呀，你不管。刨断了，二八，我给你再刨出去一块啊！少安，你看你，我让你劝他了，你咋来真的了你？少安，你别挖了。把这个坑弄舒服啊！你看这秸秆啊，给你铺成上当个炕，炕的舒舒服服的。把这炕铺好了，咋样嘛？这把炕睡着咋样？侄跟你想的周到啊，二爸，下去躺一下试一下吧。躺好了啊！我躺好了，我吃饱了，正好有劲儿给二爸把被子盖上。好，你来吧。哎呀，少平，周平，你放开啊！你凤英，你让他埋，我要看看他咋埋他这个二爸的。少平，快点别埋了，少平。哎，我怎么不干活？你倒干事活啊！家里省吃俭用的供你上学，你倒学了个甚？二爸，别说了。你停下干事，你埋呀？你咋不埋了？哎呀，你还真敢埋呀你啊！你一心想端国家饭碗，我看你就是黑磨的命，心比天高，顶个屁用！你就是个农民。也别说了。哎呀，哎呀！你埋是真埋啊！二爸，你说的叫什么话呀？这是，你，我他妈让你埋！少平，少平，你把我也埋上算了！你问我们住咋样？那是你爸让我们住的，不是我们非要住的。跟我们姑姓杨，那是少南让租的，不是我们非要租的。我们没有本事，移民办会办。至于当成这个样子吗？二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要看你咋办。咋样？我今天就把他卖了，看咋样？卖了，让你卖了。哎呀，你让，你让，你让，你别说，你放了你，不怕丢人啊？今天谁想拦我，我就把他劈了。你放了你，少平，你劈，你要劈你就先劈了哥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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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。你瞒你的亲二爸，你一上来就往我脸上盖土，你想一下子就把我闷死呀啊！少敢，你当时让他给福堂说让他毕业了之后就到一队当会计，现在可是快死的人了，可管不了这事了，你亲自去给福堂子叔说吧。哥，让我当这个小队会计是你的主意？似有杂言，不似有杂言。少平长大了，管不了了。我不想当这个小队会计，我不当这个小队会计。